40年，告诉世界。从贫瘠到富裕，从落后到超越，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从小岗村农村改革破冰到雄安新区初展宏图，从经济特区设立到自贸区建设，一个个瞬间创造了令世界赞叹的中国奇迹。粮票、毕业分配、招工指标成为历史，电商、立体交通、智慧物联不断涌现。从衣食到住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中国以开放包容胸襟融入世界，积极做出中国贡献。中国以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互惠发展理念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时序更替，梦想前行，40年艰辛探索，40年携手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新的起点，新的征程，中国人民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从未改变。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成功。感觉很激动，啊！我当时激动的路都走到这了，哎，所以讲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党对我们这个农民这么关怀、这么爱戴，真为党和人民做点贡献的，我们党记在心里头，人民记在心里头。激动，确实是感到非常的自豪，感谢中央政府对广大的卫生工作者、健康工作者的承认的肯定。Medal is not necessarily for what I've done personally as much as it's a recognition that what I try to do, which i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tell the true story of China.
总书记的讲话响起了30多次的这个掌声。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总书记用了勇于担当、勇于创新。我作为一个在发展大潮中能够涌现出来的代表，为祖国的这种发展鸿福感到骄傲和自豪。他很详细的讲咱们国家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困难成就，全都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有这全国全中华儿女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贡献。是实事求是的总结了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同时呢也指引了今后如何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One remark that President Xi gave, which struck me personally, was when he said something to the effect that it's not enough to throw out slogans, empty slogans. We need to do hard work. It's not just slogan. It symbolizes his real determination. 少先队员向受表彰人员献花。让我们全体起立。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就应该有雄心壮志。毛泽东同志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近代以来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拼搏。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糖。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天，摸摸真实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像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